样，是不一样，比咱那好多了。哥让你来，你还不来呢，现在又说好，真是的。我没说好，我只是说不一样。我觉得还是咱老家好，不如咱老家好。哥，怎么不走了？衙门的人还等着我们呢，我们改天再来吧。啊，哎，你年幼无知，新官上任不拜包公，怎得天智聪慧？怎做一代清官呢？走。做个小小的县令有这么多讲究，那是做了大内高官还不知道要拜什么呢？还说我年幼无知。你嘟囔什么呢？别跟我怄气了啊，走吧。哎呀。包大人在上，弟子松江县令谭振英，从小就读大人的传记，看大人的戏，当时就立誓，长大成人之后要以大人的精神为典范，做一个不贪赃不枉法的清官。还我公道，还我一个公道。别动，住手！这是包公神祠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，他要是青天，为何在此坐看我家惨遭不幸？荒唐，这包大人乃是泥塑之神，又是宋朝人，这古人如何能帮得了你家呀？他不能帮百姓，那又坐在这里干什么？保证公正廉明，不贪赃不枉法，不攀权贵，不惧权势，百姓为其立祠，就是希望朝朝出清官，代代见青天。我朝有青天吗？我朝无青天。他有眼无珠，肯定是苍天无眼。不过姑娘，这是新包公像尚未开光点眼。包青天乃万民敬仰，你竟敢公然侮辱。我哥是新任的知县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走，跟我到衙门去。小玉，县太爷，既然您来了，就请为包老爷点眼吧。好，先生，请上香。苍天无眼，你们还拜他干什么？这不就苍天有眼了吗？苍天有眼。莫非是包大人有所指示？你们看，不许你胡说，他是我爷爷，爷爷不是疯子，那下这么大的雨干嘛拉着车还在街上走啊？来，快帮你爷爷打个伞吧，快。我不能帮他，我也不敢帮他。为什么？王爷有令，要是有人敢帮我爷爷就发配充军。岂有此理。哎，你不要去啊。你不要管我。爷爷，说爷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谁家的死狗吃了我的烧鸡啊？老头，你骂我遛的这条狗是死狗？他吃了我的烧鸡，我要你赔。我赔你个屁，这条狗是你的，你当然要赔了。狗不是我的，是我们家端王爷的。岂有此理，真是狗仗人势。后来王府还传话，让我爷爷每天拉着狗车绕全城跑一圈，还要给他的狗准备十只烧鸡，这是对王爷养的狗不敬的惩罚。无法无天了，哥。哎，那你们怎么没有到衙门去告状呢？我们去过了，衙里说新来的县太爷还没有上任，不收状子。哥，升堂上任吧。嗯，升堂。待被告参见大人。大胆，见了本官还不下跪。
我说县太爷，我看你这一堂案子就不必再审了吧。叫本官不审？哼，你好大的口气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来的时候顺便通知了一下我的朋友，他一到，你这案子还能再审吗？是谁这么威风？我告诉你吧，他就是大人。大人，知府大人到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哎呀！你是不是进来的？是，下官刚到。我看你快走了。哎呀，你知道王爷是什么人吗？啊，王爷他打小就在宫中跟皇上一块玩耍，一块读书，就像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。皇上出鳌拜的时候，王爷出力是最大的，皇上对他可以说是推心置腹，肝胆相照，视其如亲生手足一般，你明白吗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说王爷府的人就动不得了？对于王爷府的人，咱们衙门的习惯一向是令其自行管束。敢问大人，王爷府自行管束可有成效啊？你混蛋，我怎么说你不明白呀？是不是啊？要不是当年我和巡抚大人巡视湖南一带的时候和令尊有个几面之缘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哎，你看看你什么德行啊，啊，贼眉贼眼，贼头贼脑，贼胖贼胖的，民脂民膏啊都长到你肚子里去了。你想过没有啊，你为官多年为何至今仍然是一员小小的县令啊？啊，那我今儿个就教教你这为官之道。为官之道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眼睛要亮，眼睛不亮就看人不清啊。大人说得明白，下官听得糊涂啊。哎呀，穿这宋大人。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看此事定有蹊跷。哎，他明明是在官官相护。别瞎说，我找他们理论去。哎，小玉，沉住气，下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在那儿干什么？啊，没有听见我刚才喊升堂吗？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，全都给我站好。师爷，喊升堂。升堂。没吃饭，再来一遍，喊升堂。你们都怎么了？升堂。升堂。太大人，这堂我已经帮您升了。哎，不，请坐。狗大爷，你坐。您这坐，这多不好意思嘛。狗大爷是端王爷的人嘛。不错，你是失误，端王爷是皇上的人。嗯，你识大体。您怎么不早说呢？谭大人新官上任，未必相信在下的话，故而有请知府大人前来说明一下。幸亏知府大人及时点拨，要不然在下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狗兄多包涵呐。谭大人，您真聪明。啊，放心，以后我在王爷面前
一定替你好好的美言几句。多谢狗熊。客气，客气。哎，咱是自家的兄弟啊，往后别叫我狗熊狗熊的，称我一声六哥就是了。是，六哥。嘿嘿嘿。待原告。好大胆的刁民呐，王爷府的人你们也敢告啊？进了公堂还不下跪？跪下。你怎么这样？分明是想害我丢了乌纱帽，什么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状子，就凭这个就想告到王爷府的人？就凭你们两个就想告狗？六哥，哼，你们岂不是太岁爷头上动土作死啊？李老头，李大爷，明儿个还是给我乖乖的去拉狗车吧。啊，谭大人，在不公子里你不是说？住口！就算我六哥全都供认不讳，又有谁能判得了他呀？你，我的顶头上司知府大人，只要一提到王爷就像见到皇上一样，就差没下跪。我只不过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儿啊，我有几个脑袋啊？还不相信，干脆告诉你们，就算六哥在这个状子上边画了押，又有谁能判得了他呀？是吧，六哥？那是，我就是想画给他们看的。哎哎，六哥，谭大人，觉得怎么样？字不错，当然不错，一字千金呐。李老头，我已经画押了，你看谭大人敢不敢判我？哼，不敢不敢，下官当然是不敢判，可是遛狗的六大爷自己都画押了，我看不判都不行了呀。少爷，来人呐，在，把遛狗的六大爷请出去。是。来人呐！在，重杖二十大板。是。不敢，不敢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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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狗大爷，还要你拉狗车游街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把那个小县令给我叫进来。站住！下官谭振英参见端王爷。来吧，谢王爷。谭大人是最近刚上任的？正是，谭振英特向王爷请安。谭大人给我请安，我可受不起。想必是为此人而来是吧？王爷，回王爷的话，这是李姓祖孙状告狗六欺压百姓，狗六当堂招供，一一认罪，请王爷过目。王爷，此人鱼肉乡民，有损王爷府的清誉，请王爷定夺。你打了他多少板呢？杖二十，加号示众。你太给我面子。来人呐！在，把狗六给我拖出去。杖五十，不出王府，永不录用。是。王爷，感恩啊，王爷，王爷。小的再也不敢了，王爷，王爷，小的再不敢了。王爷深明大义，下官佩服。谭大人，
本府纪律不彰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就这件事儿，我会好好谢谢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清水县令谭振英玩忽职守，亏空国库，下负百姓，上负朝廷。只到之日，革去职务，罢官为民，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人呐，摘去他的顶戴。这今日是顺治爷的诞辰，年年今日，朕都率众爱卿到养心殿来祝拜。20年来，从没间断过。万岁爷真乃天下至孝，足为万民表率。不，朕是天底下最不孝的人。顺治爷离宫至今，杳无音讯。朕曾经派人9州寻觅，只可惜没有找到。朕无法亲自侍奉，愧对天下父母心呐。哎，皇上不要自责了。这20年来，皇上已然派出无数密探寻遍大江南北，早已尽了人子之心了。昨天晚上，朕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包公。众爱卿，有谁能解此梦啊？恭喜万岁，此乃大吉之兆。哦，宋朝有郭槐和刘飞，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全凭包公的智能，将流落民间的李太后迎回宫中。万岁爷梦见包公，是否我朝也将有一个像包公一样的人，能帮着万岁爷找回顺治爷，迎回宫中呢？包公迎回太后，皇上迎回太上皇，果然是大吉之兆啊。可惜我朝没有包公啊。皇上何不去包公祠参拜一下，如幸得到指点也未可知啊。这茫茫神州有多少个包公祠啊？启奏万岁，有一个包公祠不可不拜。松江府。董鄂妃的故乡。万岁英明。皇阿玛，孩儿一定将您迎回来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虽然我只到任2天，对你已经有了感情，现在真的要走了，我还真是舍不得。我会再回来的。都已经收拾好了，我租的小屋可是很不错哦。我不走。怎么能不走呢？人家都已经催了，这里不能久留的。也别想不开，依我看呀，这坏事也是好事，这样过2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我不回去。我为什么要回去？什么好事？
为什么脸去见江都父了？我想不通，我想不通，为什么我只上任两天，我就被罢官免职了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你没做错什么，可能是皇上为了江山社稷着想。放屁！江山社稷着想，我一个小小的县令，何足挂齿？何必大费周章？这皇上的圣旨来免我的七品微官，荒唐，荒唐！行了，我们走吧。别说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你别你别管我，走吧。你不走是吧？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我走。哥，哥。金钱豹，立刻通知戏园子，让他们改戏码。这，大哥，老二，马上改戏金钱豹，我扮猴。是，换戏码，上台金钱豹。好嘞。小玉，哥就喝了那么一丁点酒，你就生那么大的气，我要是喝两坛，你还不得气炸了呀？哥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可你也不能成天喝酒啊。这世上就你最了解我，我这是借酒浇愁。
借酒浇愁，愁更愁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有什么好愁的？要不你现在带我回老家，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我刚才还说你很了解我呢，怎么一会儿就……哎，我不是留恋那官衔，我留在这儿不回去，就是想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嘛。查什么查？这是皇上罢了你的官儿，你是永无翻身之日了。昏君，昏君呢？你不明是非罢我。别胡说，会被砍头的。我不怕，砍头就砍头。杠子头，你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别再喝了。好啊，我不喝了。哎，上哪儿去啊？我心情不好，出去走走行不行啊？行，你走吧。哼，小玉，小玉呀、啊，昏君呐、啊！青天之名，流传千古啊！只可惜，我朝没有包公啊。万岁爷，事有不平才有包公，我朝君民正亲，民无冤屈，又何须有包公呢？昏君呐，昏君，让开！慢着，慢着。包大人，你好运气呀、啊！得封宋仁宗，全力支持，方能为民除害。我倒霉呀、啊！我恨呐、啊，我好恨呐、啊，我恨我生不逢时啊！这位仁兄，何出此言呢？我有一肚子的怨气没处发，我就要拿当今的皇上出气，我就说他是个昏君，不行吗？昏君呐、啊，昏君，我若是有像包大人一样的龙头掌，我就把你……这个人真该死，我才把他就地正法给斩了。你可知当众辱骂圣上乃欺君之罪？昏君就该骂。当今圣上治国有方，四海升平，为何独你心怀不满呢？我满腹的经纶可比孔明刘伯温，皇上的不识货简直就是有眼无珠啊。不要脸！你自比孔明刘基，那你究竟何德何能呢？哼！你不服气啊？好，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，等我批一批你的命之后，我看你服不服。好。吾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时，啊！我来看你的四柱和八字。你的四柱和八字是：甲午、戊辰、戊申、丁巳。你好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好穷啊！你放屁！你的命是以木为源，木火土金，生生不息。四身寒化，身成暗拱，五行流畅。祝你一岁就起运。八岁又如何？八岁就平步青云，登了顶峰了。
有一手啊，连朕八岁登基他都能算得出来。哎，我可是一介德章，家徒四壁，孤家寡人呐。好小子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，只有皇帝老爷子才有资格称孤道寡的。你的命未比寻常，天喜、红鸾、天池、天瑶、文昌、文曲同会伏击宫。你有风流，必定是妻妾成群，个个美如天仙呐。你夫妻宫同为深宫，雨露均沾，子女众多呀。你将有35个儿子，20个女儿，多子多孙多福气嘛。哎，先生真乃神人呐。哼，你别得意啊，虽然你子女众多，可是你却没有父亲。家父早已仙逝了。错。错。大错。大错。令尊尚在人间。家父在哪里？令尊在。在哪里？说呀。奇怪了。啊，你要劫难了。是谁打我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一进包公祠，什么人都没有看到，就看你一个人躺在地上，一身的酒气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好疼啊！别捏，别捏，好痛啊！哥，你已经一连喝了好几天酒了，一喝就乱跑乱说话，我看呀，八成是说错了话，得罪了人，让人给打了。胡说，我才不会呢！还不会呢？就会嘴硬，一喝醉了就乱给人看相、批字、算命，好讨厌。看相，我师父再三警告我，绝对不可以替人看相算命。可是我一喝酒，就忘了。哎，哥，自从你丢了官以后，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变了。区区一顶乌纱帽，我都看不破放不下，我有愧于师父啊。小玉，打包，我们回老家吧。回老家？千里迢迢走回去啊？坐车呀。好啊，拿来。什么呀？钱呀。我们的钱呢？我们现在总共只剩下几两银子了。我当了7年的官，就剩下这几两碎银了。是啊，要是一个叫花子要了7年的饭，攒的银子都比你多。要回老家，没有银子怎么回去啊？哥，不如你再帮别人算命吧。不行，师父交代过我，不可以再替别人算命了。哎，师父还教过我做烧饼，我们可以去卖烧饼啊。哥，你是堂堂县太爷，
卖烧饼，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啊？哎，秋玉，你这就不懂了。此一时，彼一时也。我师父说过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要卖烧饼，就能遇到贵人呐。真的？啊啊！哎呦，卖烧饼了，卖烧饼，卖烧饼了啊！我一会儿就回来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公子，嗯，干什么呀？我们要走，干嘛要走？走，卖烧饼哎！刚出炉的烧饼，韩宫烧饼，来来来，来俩烧饼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烧饼，卖烧饼嘞，卖烧饼吧。谢谢，烧饼啊，韩宫烧饼，刚出炉的烧饼，韩宫烧饼，天下第一的烧饼啊，卖烧饼，先生买烧饼啊，你在卖烧饼啊？这烧饼是你做的啊？当然是我做的，来尝一个看看。味道还不错，谭公烧饼天下第一，您姓谭？在下姓谭呢。谭先生，我找了你整整三天方才找到你。你找我？嗯，还找三天？我认识你吗？前朝朱洪武因吃烧饼而会留伯温，得烧饼歌，今日朕正逢吉日啊。武德峰先生于这烧饼铺里面，就好比朱洪武遇到了刘伯温呢、啊，此乃天意，三生有幸啊！这小子看起来倒是一表人才，说起话来怪里怪气的。自比是朱洪武，说我是刘伯温倒还挺贴切。我看八成啊是遇到疯子了。谭先生，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说您贵姓啊？姓康。好，姓康的，您买不买烧饼啊？不买烧饼的话，您就请便，我没时间跟您嚼舌头根的，您不要妨碍我做买卖啊。谭先生，康先生，我这烧饼两个才卖一文钱，你给我一锭金子，我要做到明年呢。我不买烧饼。不买烧饼？那您这个金子是？请先生指点迷津。算命啊？我不会。哎，先生乃真人不露相，何必隐瞒呢？我再怎么露相，我也只会做烧饼。三日之前，先生在包公祠中为我看过相，怎么不记得了？包公祠？啊，那天用香炉把我砸晕过去的就是你呀、啊！当时大乱，没错，是我砸的。师父说，我若是卖烧饼，就会遇到贵人。怎么碰到这么个愣小子？可是，要是不挣这钱，那岂不是太对不起师父了？谭先生，您又在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小子用香炉砸我，还来找我呀？实在对不起，我是一时失手啊。谭先生，您就别再瞒人了，帮我算算吧。康兄啊，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！我谭某人以卖烧饼为掩护，没想到被您一眼就看穿了，真是佩服佩服啊。哎，康兄遇不合适啊？寻人。小孩走失了？家父。令尊失散多久了？二十年。二十年？二十年你才来找我啊？真是个不孝子。先生教训的是，我是天底下最不孝之人。我要是令尊呢，我也不认你了。
我正是想找家父请罪，请先生指点。嗯，想必先生是以这烧饼为卦。嗯，这也算是刘伯温的那种烧饼卦。可有吉兆？有，令尊就在本城。请问先生家父现在何处？依这个卦象看嘛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寅癸水，这个无马有马，无车有车，无山有山，无水有水，令尊就在那里了。您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必得自己参透。多谢先生了，告辞。竟然用香炉砸我！你要是拿这个砸我，我也不会信口胡诌，让你去白忙一场。我看你往哪儿去找！哼！顺治爷隐居此城。哎呀，二子爷，顺治爷隐居在何处啊？无马有马，无车有车，无山有山，无水有水，这是何处啊？你们自个儿猜啊。哎，谁猜出来找到顺治爷，加封三级，赏金千两。撤！